人生日的 A 的舒华，七日凌晨在 IG 开启直播，超精明的他竟然还跟粉丝连线，不过却意外发生放松事故啦。这个有在挑战我，按了按了，赶快进来，不要闹，还不确认，我已经按了。有，敢哦，有哎、欸。好看，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小竹。小竹，对，但我准备要睡了，所以我现在借口超速。真的，真的。我听男生声音、嗯。我男朋友。我很说，你什么时候要上 Running Man？ 哦，不然你们去谈他吧，你们去谈我的行程。啊，刘海要梳一下啦。啊，你这比我乱呢、欸。你跟你说，我真的要睡觉，我没有在骗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不是要按，啊，不是问，啊，要按了没？嗯，对啊，啊，我就按接受了嘛，是不是很爽快吧？太慢了。哦，抱歉，真的抱歉，下次改进。那个网速，我再跟远传讲一下啦。啊，你睡了，我换下一个啦。好，换下一个啦，换下一个，谢啦，拜拜谢啦。啊，你要自己出去。嗯，不是，你要自己出去。好。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我研究一下，研究一下。我看一下，哎呦，不好意思，按错了。是谁？小红哦，小红跟我说了。不好意思，不要，不要啦，不要啦，这样我会害羞。哎、欸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离开，拜了，拜了。好吧，赶快走，被我求。那男朋友脚毛露出来了。他男朋友，我在那边跟他男朋友对不起了。你自己交到女朋友，自己解决了，不关我的事。这综艺效果真的是拉到最满了啊！